ファレンの皆さん、ジャヨン、はい、頑張って、あの日本も、はい、2011年、はい、あの大変な地震あったんで、皆さん頑張って頑張ってね。シャンデリアがガチンガチン。他说有被吓到，因为他昨天刚好在11楼的饭店的房间里面，他那个水晶灯都在晃，所以他很害怕。已经去日本一个月了，但因为太冷的关系，就懒得出去吃饭，然后瘦了3-4公斤，胸部也就是小了很多。想跟就是在场很多的瘦狗比起来，实在是小巫见大巫，这样真的不太好意思。所以少了多少？那就是小了一个 cup 这样子。那我们想要理想的对象是怎么样？跟我们看一下条件。理想的对象，因为现在就在学日文了，希望就是一个懂日文然后又懂广东话，这样好两边都可以学。但是听说日本男生就是没有很体贴，没有台湾男生那么体贴，因为学校的老师就是都会说，哎，你们会想要交日本男朋友吗？要小心哦，日本男生很不体贴哦，会这样子说，这样子跟我们警告。所以不体贴你 OK 吗？大男人不行。对，那嘉诚先生来证实一下，日本男生真的是不体贴吗？どうだろう、俺は違うけどな。俺は優しいと思うよ。でもそうじゃないやつもいる。他说：“这个因人而异啦，但是我不是那样子的哦。”有没有压上心？